老铁们，今天整上一个大家伙啊！天天吃水煮帝王蟹，今天来个爆炒帝王蟹，葱姜蒜下锅，大家伙下锅，锅有点小了。面包蟹，三只迷你小八爪，全部都是带大米的啊！掉了一个腿，放点老抽上上色，放点各种调料。料酒必不可少的，颠簸一下啊！哎嘿，哎嘿，哎嘿，加点水。想吃帝王蟹的老铁啊，给我一个双击，下个视频咱们来个狠的，头开帝王蟹，盖上锅盖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六。海鲜一小锅熟了，头开个面包蟹，头开面包蟹干嘛？头开帝王蟹。头开面包蟹，老铁不会给你双击的。头开帝王蟹，老铁会给双击。这么多的刺头开，老铁们会给双击吗？肯定会给的，你开就完了。给我开！老铁们，我拼了！如果说我能开得开，给我一个双击，好吧？满满的都是刺啊！啊！啊！哎呀妈妈，挠死了！啊！要双击！双击老铁们，疼死了！给个双击啊，老铁！哇，疼死了，疼死了！五发子弹头，能不能给我来五个双击？太香了。双击啊！教大家正确吃海螺的方法，这个是黄可以吃的啊，就这个最香了。然后这个苦胆、肝，剩下的都可以吃了。学会的老铁给我一个双击啊！给一个，反正也不花钱，对不对？不费电，不费流量，给一个啊，双击，熟了，哇，好香呀，满满的鲜味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先吃一口，尝一口嘛，不吃啊？不吃那我不客气了啊，干了一天的活，太累了，第一次这么狼狈，不管了，不顾及形象，吃吧。镜头进来了，给老妹一个双击吧啊，给一个。嘿嘿，我又来了，还是这个时间，还是这个地点。今天老公大丰收，必须来点好的。干红辣椒下锅爆香，波士顿龙虾，哇，大海螺，爆头长腿八爪鱼，哇，还有这个犀利，下锅，皮皮虾，各种海鲜下锅。今天来点不一样的口味，哇哇哇，什么情况，哇，什么情况，太尴尬了啊！进来的老铁给我一个双击啊，下个视频咱们来个焦糖口味的，尝试一下，给个双击，太尴尬了。提示一道，熟喽，哇，刚刚煮好的大墨鱼爆个大头，太鲜了！如果你今天小红心还没有上线的情况下，给老妹点一个啊，万分感谢。熟喽！哇，嘿嘿，来个象拔蚌，上次力度有点过了，这次咱们看一下，哇，哎。完美！如果你小红心在没有上线的情况下，帮雷雷点一个啊！
万分感谢，撸一口。熟喽，大鲍鱼360度无死角，完美。内脏，这是内脏，要吃。啊、哦，太重了！进都进来了，给个双击啊，给就给一个。来个大海螺，啊，看着就有食欲。黄精华部位，这个是苦胆。谁说女人不能吃苦？咱今天吃个最大的苦胆。干！如果你是一个吃货，恰巧路过，给老妹点上一个宝贵的双击啊！感谢。来一把红红火火竹节蛏，如果说我能一口闷得下，给我一个双击好不好？万分感谢。圆润怎么办？盘它，盘它！啊，罕见的大米，现在抛籽了，能遇到有大米的，太幸运了。给个双击啊！给就给一个吧，哥哥姐姐们，感谢了。来个梭子蟹，这个大的留给老公吃，我吃个小的，爆头爆头。啊，看，全是大肥肉。这是个公蟹，喜欢吃蟹的不要吝啬你的双击啊，给老妹来一个，感谢。哎呀，那眼睛去。大头，哇！大米，来点辣椒油。进来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给老妹来个双击吧，给就给一个吧。嗯。有的时候我就在反思自己，为什么别人吃芥末就能上热门，我吃芥末就上不了热门。老铁们，我今天再拼一把，给我一个双击好不好？谢谢了，给就给一个吧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噔噔噔噔，里面藏着啥呢？这个是天鹅蛋，哇哇哇！两个大肉柱子。如果你今天小红心还没有上线的情况下，帮老妹点一个啊，给就给一个吧，谢谢。开饭喽，先来点汤，泡米饭，这样吃才够味儿。哇，八爪鱼。
给个双击啊，队友进来了，来一个我的最爱，弹他。属实是腥。咋不要双击啊？老铁们不用要也会给我了。开喽！喜欢吃海鲜的朋友给个双击。满满的大米，太香了！给个双击哦。嘿嘿，开个大龙头！这个视频如果说开开的话，谁双击谁发财，谁关注谁暴富啊！呀，太硬太硬，暴富发财！开了啊！祝双击的老铁发财又暴富啊！黄，满满的黄，给你们吃，我吃个肉吧。